Хорошо, молодцы. Так, слушайте меня, пожалуйста, и ответ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а мои вопросы, да? Кого нет на занятиях? Кого нет на занятиях? Виктора нет, да? Виктора нет. Хуйдалаштевенхи, по этому опросу сделай,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вой ответ. Марии Владимировны нет. Не Так,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жалуйста. А кого нет на занятиях? На занятиях кого нет? Молодец, дальше. На занятиях. Да. Так, дальше.前面怎么说？前俩单词是啥呀？可以说的快，不带这么扔的啊。Молодец, дальше. Алексей я нет, 注意啊，可以说的快，不可以说错啊。Оля. Молодец, 非常好啊。Оля今天做的最好的就是后面清辅音处理的特别好啊。Молодец, дальше. Еще. Васи нет, да. Yeah. 俄语是可以这样说的，就是瞎混，就是词末尾的那个忘，可以这样的。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需要做的？如果大学毕业你实在没学会变格，你就那么干。但是还有，老师都听到了，说完了一遍就可以啊。但是。Веры нет. 二哥，六哥就把最基础的东西看一看了啊。那但是，如果我们不会的话，听听其他同学说的，离最近那个人怎么说的，是吧？离近那个人没说，是吧？但是，六倍念的，六倍念的，但是。哎呀，你往上扬。На занятиях. Молодец, молодец. 我不希望你总是被压着的呢。Марина, Марина, нет, на занятиях. 全是这样调。Володя, извините. На занятиях нас нет, 什么意思？我们都没去上课，我们都没去上课。但是非常好，Володя说的很像俄语啊。再说一遍。Молодец, 对啊。可以说，你别汉语说的很美啊！我们注意，尤其是初级阶段，想的越美的汉语、俄语说的通常都是错的。把语法捋清楚啊，超越了你自己熟悉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熟悉的语法去说话，而不是说的自己觉得很美。Ясно？挑自己最熟悉的话，比如说那个句子都是套路的。低年级包括作文都是这样的，不要自己想着美丽的汉语，你的美丽的汉语翻译成俄语，自己翻过来的全是错的。Так,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русски так не говорят иногда. И чаще всего, 经常是不是那样说的。俄语汉语表达方式根本就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们说春节这样的，咱们谁说形容这是一个又大又被喜爱的节日？有这样说话的吗？咱们的形容春节是啥？隆重的、重要的，是不可以啊？是吧？但是你要见到隆重、重要的，你如果能翻译下来的 «большой любимый праздник»,那么俄语它会更贴切，更知道你想说啥。你要如果说隆重用 «dajestvenny», 学过 «dajestvenny» 是吧？那 «dajestvenny» 是指仪式很隆重的，其实是那样的吗？明白，这就是语言和语言的差异啊。你平时记的话，汉语是一种说法，俄语是另外一种说法。最重要的是，所以说外语学习叫啥呀？是учить слова не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从认真听啊 ，учить слова это не самая важная задача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Учить слова 什么意思？背单词啊 ，учить 是学记背，学记背的意思啊。那么背单词是不是学习外语最重要的？并不是。А в школе мы так думали. В школе мы так думали, что учить слова это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中学时代我们是认为背单词，谁单词背得好，谁外语学得好，是吧？你作为一个专业 ，как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как русисты, как специалисты的，这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他绝对不是这样的。Самое важное для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да это думать на этом языке, мыслить на этом языке, 什么意思啊？用这种语言去思维，什么叫用这种语言思维啊？比如说到节日的时候，我们通常说什么呀？说把说一流毕美，而不说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 不说隆重的。但是中国话他就说隆重的，是吧？中国话他就说隆重的，所以这种叫区分。比如说隆重的，在汉语当中，汉语思维是这样，但俄语思维你就不要用这个单词了，听懂了？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Так, следующий вопрос. В каком месяце ваш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或者另外一个问题叫 В каком месяце вы отмечаете свой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注意，老师说完全不能 ответить, пожалуйста. Я отмечаю. 或者 мой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в январе. 最简单的啊。Пожалуйста. Я отмечаю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в январе. В январе, 可以，有能力强的你就多把这个动词也用一下。如果你认为你说不上来，你就直接说我的生日在几月就可以了，是吧？他两种说法，因为我的生日在几月，另外一种在几月我庆祝自己的生日啊 ，Doug。嗯哼，六吧。明白点的，现在就是说两个是最容易的，就是明白点，非不来列，反正我也不知道你们几月生的，是吧？但是，嗯哼，哇，五谷四节。亲爱的，不是阿特别恰友，是阿特咩恰友。阿特别恰友是回答问题的意思啊，阿特咩恰友是庆祝的意思啊。但是，那也不列，那也不列。但是，毛姐，但是，我马姐的，但是，嗯哼。в мае, да? А мой тоже. Так, дальше.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вон я. Мой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В июне. 注意, 怎么读了这两个读的? 一前面如果有。怎么读了这? 叫 в июне. 连读的时候一要读成硬音 A, 是不是啊? В июне. Так, дальше, 快。哎，你现在声都没有欧了大，我才听不清。我记不列，但是我听着是对的啊。但是，嗯哼。我不列列是几月？嗯哼，毛老姐，但是。в июле， 我刚才说 в июне， в июле， 重说过一遍。в июле， 过去像你这种，比如说我容易跑调的，一定要把这个调弄清楚之后。尽量多的重复，听懂了？如果大家认为自己调有的时候把不住，有些同学是这样的，大家天生能力不一样，那怎么办？在你注意这个调是正确的时候，最开始找同学监督，然后就是多次的重复。但是，莫拉杰斯万年 ，прекрасный идёт себя сейчас， 表现非常不错啊！大哥，继续，但是。в июне， 哎呀妈，累死我们了！千万都别在这个月份出生啊，把仨人容易累坏了。但是，嗯哼 ，в июле， 但是 ，молодец， 非常好啊。мой， 为什么мой是近？в августе， 连读 ，в августе。в августе， 那大帅老师早就夸过，那大帅的擦音特别重啊，其实特别适合说俄语，明白吗？就是这本身的发音，平时说话就有这样的一种潜质啊。有的人因为俄语的擦音是很重要的，擦音很重要，很多送气音都比咱们汉语普通的咬词要重啊。就擦音重的人说俄语是有多得天独厚的条件。男生如果唐音特别重，就比如说说话
我学不上来那种，你们看，那种人，他就是稍微的语音有一点错误，他也特别容易把俄语说得非常的好啊。但是，把字末尾注意啊。但是，我骂姐，如果忙了姐，但是再大点声啊，再大点声。但是，重说。啊，特米恰有是一个见，拉日见你呀，还有拉日见见呢，乌马也重说，见个拉日见见，乌马也，马拉杰斯，欧嘞，乌马也，马拉杰斯非常好啊，非常好，所有的语音语调语法都很好啊，还有没有了？很好啊。谢弗莱列，日音发的真挺好啊，真挺不错啊，有进步啊。但是还有没有了 ？Vuni 的 Vuni， 继续你呢 ？Rajdenia， Vumaye， Vumaye， 我那个期待一节报告，有几个同学老师特别建议你们多读一读。万年来了，注意晨读，不然几点钟来的？有没有大声读啊？每天读一读，把我们学过的东西啊。老师提问的都是学过的啊，但是，продолжим наш урок. Откро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ваши учебники, да?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还有一点点啊， доведем до конца. Так. Читайте за мной 15 января.По лунному календарю. Праздник Вэньсяо. Праздник Вэньсяо. 大家看一下15号，这是十五，欧耶，能不能知道是什么意思？中性，老师说省略哪个词啊？七斯洛，七斯洛是号的意思。七斯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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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斯洛。所以几号呢？在俄语当中，通常是用中性啊。用数词的中性表示哪天？上次我也讲了，如果是在哪天的话，编第几格？不加前置词的第二格，这是它的特殊用法啊。几月几号？月份用什么格啊？用二格 ，invaria，invaria。把 lunum calendario 大家先记着吧，这个是波呢老师说是根据的意思，用的第几格？第三格是吧 ？Praznik 元宵，注意元宵节、春节两个单词都是什么呀？大写作为什么呀？专有的名词，专有名词啊。Vedet din, Gidai si yat yuan xiao. Vedet din 回答什么问题啊？高大，在这一天附加第几格？附加四格。那么不拿跟时间联系的，大家要记一下啊。在这一天附加第几格啊？附加四格。那在第二天怎么说啊？注意，就得拿加四格了。Naftaroi din。那是列队西金，那都过一金，在第二天都是那家第几格？第四格。那星期怎么说呀？在这星期注意那家六格啊，那艾特一年接了，那是列队西年接了，那布罗什了年接了。月份怎么说呀？附加六格啊 ，веда месяце， 是列队西么 месяце， 布罗什么 месяце 的。那你就得固定，你说有没有特别大的规律可以遵循啊？没有。乌纳在表示时间这个用法上，在俄语当中是极度的复杂，非常非常的复杂。词典上，那俄汉大词典，大家会看最后有专门的有一页，这么大的一页，特别小的小字，关于专门讲什么呀？乌纳的用法，乌纳的用法，它表时间、空间都比较复杂，都比较复杂。那么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们见一个要记清楚，一个，是不是这样的？否则你都放在一起，你说我想把它区分着记，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句话记清楚了。这句话就这么说，听懂了？但是 ，gidaisi 原型是什么啊？万年，一万，原型，注意不是 ki 啊。现代俄语没有送气音，你们那天看老先生一个看，老一代的人有送气音。什么叫送气音呢？不念 ki 念 ki， 明白吗？这个现代的俄语没有这样发音的。
读在一起不送气，就是不是 key 是 gidayets。它的变革有什么特点 ？yes 去掉以后是元音，是吧？所以 ye 变革之后都变成什么呀？短一，再在后面加东西啊 ，gidayets。yes 的原型是什么 ？yes 怎么变位啊？啊 ？ya im de yes ona na yes me yezim we yezite ani yezat ani yezat。吃东西及物动词。吃什么第几个？四个。元宵が食べて伊豆里斯为目的。你们这么多人都没有老师声音大。元宵が食べて伊豆里斯为目的。对，不用老师说，任何需要你回答的时候一定要响亮，声音响亮啊！这句话是个什么句子？大家看一下，是个什么句子？不定人称句是吧？不定人称句，元宵是第几个？四个，因为带双引号了，所以它可以不变是吧？无论是什么性的，带了双引号你就可以不变格是吧？怎么看着不定人称句啊？ got do yet， 只说了动词的复数第三人称形式，没有一个跟它一致的主语，这种叫不定人称句。老师说它的特点通常是有处所状语，后面通常是有处所状语，明白？即便这里没有，但是它也是什么呀？是不是省略了 fugi dai 呀？汉语翻译过来，你们说咋翻呢？是用糯米粉。你可以说中国人用糯米粉做元宵，其实这才是中国话，明白吗？中国人用糯米粉做元宵，比如说，в Хэнгунцзян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Студентов любят， 什么意思？或者说一个 в институт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тудентов любят。你说俄语这没有问题啊？你这汉语怎么翻呢？这就分不清了吧？谁喜欢谁？中国话就是俄语学院的老师爱学生，听懂了吗？ в институте 在俄语学院里，人们喜欢，人们爱学生。那你说爱学生的应该是谁呀？应该是老师。所以这种信息呢，你用不用都加权呢？汉语必须得加权，汉语没有这种句式，是吧？所以说汉语得说俄语学院的老师都爱学生，但是俄语你完全可以把老师去掉，就是 Vitam Institute Studentov Lubit Uvazhayut， 什么意思？在这个学院里对学生老师什么态度？很尊重，很爱，是不是这样的？很尊重，很爱，是这样的，这就是不定人称句的用法，意思的用法。意思不单有 Gadovich，Gadovich 我们讲什么意思啊 ？Gadovich rok 啥意思啊？不一定啊，温习功课就叫 Gadovich rok， 老师才叫备课是吧？比如说 ，da rok na da mno ga Gadovich rok， 你们应该课前先预习呀、啊，自己多温习功课叫 Gadovich rok。Gadovich abet 叫做饭。平常也可以叫高多月，高多月是如果加人是培养的意思，比如说高沃高多月，温斯基杜杰鲁斯高维斯嘎，什么意思？黑大俄语学院培养什么人才呀、啊？看一看这里面也说人才，但你也不能说黑大培养啥人呢？我们不说男的女的，你要在汉语的信息里你要什么呀？你要给他加权是吧？俄语学院培养什么人才？我可以告诉你 ，будущих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 培养谁呀、啊？他是培养俄语老师和什么呀？翻译的地方。对，意思这个前置词，大家看一下 ，готовить из чего？ 刚才我们讲了 готовить， 有几个意思来着 ？готовить， 可以说，对呀、啊，温习功课，培养人才，然后做饭，是吧？比如说 я люблю готовить， 对，单用的时候就喜欢做饭，是吧？多么 готовить мама， 在家我妈做饭是吧？在家我妈做饭，就这些。但是意思是一个松散的搭配，跟 готовить 并不是一定要跟意思连用的。意思在俄语当中啊，我们现在学过的是从哪里来是吧？是不是从哪里来？
从哪儿来？第二个呢，应该是什么？意思。注意啊，它最重要的一个意思有个原料的意思。Из ка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сделана вещь？ 某一样东西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可以做定语的。比如说，什么叫 стол из дерева？ 多会翻呢，是不是？桌子是用树做的，叫木头做的桌子，明白吗？什么料是из дерева？ 木头做的，木头做的小飞机是吧？你比如说，кольцо，戒指啊，из золота。金做的戒指，那它可以用前面直接是 золотое кольцо 是吧？可以用形容词。要是你强调这个是原料，用什么东西做的，就用什么呀？用 из。比如说 самолет из бумаги， 是吧？纸折的飞机是吧？ из чего 指原料是什么？用什么原料做的？ из чего， 听懂了？那这个就明白了吧？ рисовая мука。这个别念错呀， muga muga 是最典型的同音异义词啊，就是这个同形词， muga muga 是面粉， muga 是痛苦， muga 是痛苦。还有一个词必须得知道， ris， ris 什么意思啊？ ris 是大米的意思啊， ris 大米的意思。教你们一个电饭煲吧，咋说叫 рисовар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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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о в России не продают， в России не продают， 什么意思？俄罗斯不卖，为什么不卖啊？他不吃米饭，明白吗？他吃米就煮熟了一点，他是做菜用的，大米是做菜用的。其实这句话很容易记啊。俄语当两个词干的时候啊，中间加一个 o 或者 e， 什么时候加 o， 什么时候加 e？ 硬音要加 o， 如果是软音就得加 e， 是吧 ？valiti 这个词是煮的意思。俄语非常好记，其实 rysavarga 这个 ga 呢表示器皿的后缀啊，是吧？表示物的后缀。那这就是煮大米的东西，是不是？煮大米的东西。Рисоварка， 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中国人、对韩国人来说 Рисоварка 很重要的，没有生活不知道，想象不了生活怎么过，是吧？ Рисоварка 出国最重要拿的一个餐具就应该是 Рисоварка， 是吧？可以煮肉吃，煮菜吃，也可以做饭吃，但是到俄罗斯不容易买到，不容易买到。так， 元宵。Имеют форму шарика и сладкую начинку. Иметь 这个词， иметь 有，谁有什么？一般吧，它跟哪个要区分呢？ Иметь 和 есть。 Иметь 是 переходный 及物动词。那么前面有主语，后面有啥呀？第四格的补语是吧？不加前缀词，第四格补语。Yes 就专用在哪个句式里啊？五个我 yes， 后面加几格？一格，对，五个我 yes。那五个我 yes 有两种，一个是自然拥有的，就是你自然就有的。我们家 yes 就五个，我有手。而 иметь 更多的时候指的是外力拥有的，明白吗？外力拥有的。另外一个呢，习惯，有一些习惯的用法，口语的偏向拥有 у кого есть， 是吧？比如说俄语的财产这个词就是这个词的词根，叫 имущество， имущество。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拿下借助来用一下啊。一个是它语法，首先记它语法不同，是吧？语法不同。另外呢，使用的情况不一样，那就需要你，比如说 у меня много друзей，可不可以说牙一面有木诺格杜杰，也可以的啊，就是说中间还有交叉的部分，这个更倾向于什么语啊？口语，口语。
及物动词元宵有什么样的形式？注意啊，汉语是这样翻吗 ？form 是形状，加二格是什么形的？明白吧？什么形的？那你可以比如说，粉笔是棒，就是棍儿，就像一个棍子一个形状，棍子的形状怎么说 ？Miał mieć formę bałki 是吧 ？bałki。Bałki， 说飞机带呀，中国的粉笔啊 ，miał mieć formę bałki 是吧？这俄罗斯的是什么吗？俄罗斯的粉笔可不是这个型的，啊，也不是圆的，四方的，四方的，而且很粗啊。它特别有意思，它用不同的角，所以俄罗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粉笔不轻易折呀。用四方的，用每个角磨完了，用另外一个角。听清楚了，所以你到莫大去，就是就是一面高固有 form 的，一面高固有 form， 很节省啊，是吧？但是想想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这儿不能实现？很难讲，我们就浪费这些粉笔头啊，就会很大一笔钱，是不是？所以俄罗斯很简陋，现在到莫大里面，他那个教室还不如我们这个好呢，但是也有他可取的地方，可取的地方，粉笔不一样。другой form， 一面妙不拉西。在俄罗斯粉笔有另外的形状，至于什么的形状，比如说我们说什么是鸭梨的形状，灯泡，比如说灯泡怎么说，俄语叫 lamp， lamp， 说 lamp， lamp 是梨形的，怎么说呀，梨形的灯叫 lamp имеет форму груши， груши 是不是梨呀， груши， 嗯，比如说我们说闹钟叫 будильник， будильник имеет форму яблока， 苹果型的闹钟，闹钟你不要翻译成闹钟有苹果的形状，那也不像个话呀，是吧，不像个中国话。 так шарик， 刚才我们听写的时候写的吧， шарик， шарик， 哪个词来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球体，怎么说 ？Земля， 大写 Земля 不地球吗 ？Это огромный шар。Шар。Шар 是什么意思？球，球状物，所有的球体都叫 шар。Шар。那么 шарик 是啥意思？小球，一颗是比较小的啊，一颗是比较小的 ，шарик。复数 шарик 是吧 ？шарик，шарик， 一颗比较小的后缀啊 ，шарик 是小球。你比如说我们油笔前面那小猪叫啥呀？你知道油笔叫啥吗？叫 шарик вая ручка，шарик вая ручка 知道咋来的吧 ？шар，шарик，шарик вая， 指的是带小球的笔 ，ручка，шарик вая ручка， 张开嘴跟着学 ，шарик вая ручка。越难的你越学，你当绕口令学啊 ，шарик вая ручка， 就是啊，就是油笔的意思，前面那小猪的笔。И сладкую， сладкий 什么意思啊？甜蜜。什么叫 сладкая любовь？ 甜蜜的爱情 ，сладкая жизнь， 甜美的生活是吧？甜美的生活 ，сладкий 它最基本的是味觉的 ，сладкий 是甜的。比如说我喜欢吃甜口的菜，咋说啊？酸甜的怎么说来着？那个叫 кисло сладкое， 不明显 ，кисло сладкое， 姐姐 любят кисло сладкое。嗯，你们翻译一句话说 ，Люба 是韩国人，所以他喜欢吃辣的。Кореец 学过吧 ？Люба кореец， 你可以翻译成韩国人，可以翻鲜族人啊，鲜族人。Поэтому он 用哪个词？用 любит， обожать 没学过呀？是吧？是不是应该用 обожать？ Поэтому он обожает острое， острое 中性表示东西吗？重说一句话，把这句话说全。Люба记不下来就把这个大致记，下课再问其他同学。如果学习稍弱一点跟不上啊。
不要把它放掉。但是 начинка， начинка 是馅的意思啊。начинка， начинка， 但有意思啊，你看做熟了馅叫 начинка， 你要说肉馅它还另外的有另外的单词，就是你做好了的东西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的，叫 начинка。你要是肉馅还有 fudge， 还另外的就是剁好的那种肉馅，而且俄罗斯肉馅有意思，你找纯猪肉都找不到，或者牛肉的，或者牛肉跟猪肉混的 fudge 可以买，肉的那个超市里有。И символизирует счастье дружной семьи。Символизирует， 大家看一下 уют 以什么结尾啊？以 овощи 结尾的是吧？咱们这课学了两个以 овощи 结尾的，哪两个单词啊？那可不是这句话，这课学的啊。чувствовать 就不是这课学，叫 праздновать。праздновать。第二个单词叫 символизировать。символизировать。怎么来的？大家看一下，词根 symbol。咱们说前面学一个词叫 это символ нового года。это символ счастья。叫 красный цвет символ счастья， 什么意思？红颜色是幸福的象征啊，是幸福的象征，是幸福的象征。那这个 символизировать 大家看一下啊，以 овощи 结尾的未完成体是吧？未完成体及物动词。什么叫及物动词？有的错。首先第一，俄语不存在宾语这个概念。第二，什么叫直接加宾语？这正常。什么叫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叫带不加前置词第四格的补语。听懂了？这才是一个专业的回答啊。你这就没像学过我们俄语的啊。счастье是幸福，象征着幸福。什么的幸福啊？ дружная семья 是什么意思？дружный带哪个词来的？ друг 来的， друг 来的，朋友是吧？日有变化，叫 дружная семья。 但是还有一个词跟它变形，叫 дружеский。 дружеский 先把这个记住，这个叫和睦的。比如说班级，和睦的班级怎么说呀？дружная группа， дружный коллектив， 和睦的集体。注意形容家庭叫 дружный， дружный， 和睦家庭象征着家庭的和睦和幸福啊。你这个你就不能完全按俄语的词序来，是不是？ в этот день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注意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是什么呀？是结束。什么体什么时啊？未完成体现在时。这俄语有意思啊。比如说现在春天正在来临，它用未完成体现在叫 наступает весна。 比如现在四年级的同学，如果这学期它叫什么呀？ оканчивае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 它叫我们正在毕业。汉语应该翻成啥？对对，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区别啊。如果说我们要毕业了，正常来讲按照我们对体的对时间的认识应该是什么时啊？将来时。但是俄语他就说什么？我们现在正在毕业。阿甘恰伊姆。听懂了？阿甘恰伊姆约杰特。这种要多记一记啊。так。побольше читайте, побольше пиш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ерейдем сегодня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уроку, да?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учебнику.